好，这里是东南亚服，现在是新版本的第一天，然后他这边送了一个登录奖励箱子。 看一下这个箱子，跟之前还是一样的，有2个8格，8个选择栏，然后7个神奇还原器，7个护身符，2个暴风成长密钥，2个倾向成长密钥，还有7个经验值券，在1周内会过期，还有7个。 特殊荣誉勋章。然后它这个8个选择栏是可以选择仓库的。它一下子使用2个。 这是不是有 bug？ 是不是有 bug？ 我用了7个，但是它出来只有3个。哎。